鲜味。大批人潮将大 S 前夫王小飞开的饭店团团包围，长长人龙蔓延好几十公尺。因为早起的鸟儿不只有虫吃，还有超低价的床具电视可以抢，因此十点的出行拍卖会，除了有人八点半就来卡位，还有婆婆妈妈一次准备十几个购物袋，准备血拼一波。我准备这些十几个。家庭主妇小满只怕说太心动价，可是太大的东西就要请先生出来帮忙载。大概几点来？八点半，小冰箱啊，电视啊，跟蓝牙音箱。这里两位。血拼小队出动，开始逐层寻宝。电视、床垫和用品全都在每个房间分门别类。仔细一看，价钱统统出新价。双人床垫3500，单人1500，沙发2000，一捆捆羽绒被，大的1000，小的也只要600，连枕头都只要250。而不少行家锁定的市价打3折到1折的音响，开卖没多久就已经被秒杀。电视2000。一小时，比较严重嘛，哈，你们自己看。只是说到名床垫，不得不提到艺人大 S 和汪小菲过去共枕眠的天价床垫，也是在这边做解体销毁。随着当年汪小菲以爱为名砸3.5亿打造的 S Hotel 传出不敌每个月偿还债务，在改名后不到半年就画下句点，民众对美景阁的回忆也在出清后只能成追忆。